交大同学你们是豁出去了，但是我们家宝贝也不是省油的灯，最后还可以可爱的风格来获胜，赢得老板招待的免费糖果跟饼干。在这里大人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面，也趁机跟孩子来分享过去的生活，体验完了复古的气氛，接着要带大家去感受世界级的美景。好，哎，到了哦，下车，来，哎，哎，这里一定要来欣赏一下。哇！来，各位来来来，不得了了。你看外面的风景有没有很漂亮？哇，很漂亮吧？哦，它整个弯这样子哦，海水又漂亮，对，又湛蓝。亚兰，你这样看这个感觉，两个宝贝像不像国外？很像，很像，对不对？像哪里？去过关岛啊，然后我们开那个沿路山路啊，右岸，像有海，东岸，然后有山，对，很像，非常哦，那个很漂亮哦。那自助行的时候还不像这里这么方便呢，那边都要讲英文，那没什么人在那里。想不到台湾也有这么美的。我觉得这里比那边美。最美的地方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台湾的景色完全不输给国外。接着我们继续向前，带着我的心肝宝贝们一起来到山城小镇里面一间充满了日本风格的民宿来入住。哦，哎，亚兰，来来来，哎，真的好日本哦。你知道日本乡下的那个门不是特别的矮，对，然后你要走进来，弯腰有没有？它有那个日本乡间的那种风格，对，里面挑高这么高，哎，很开阔，哎，对，因为你知道哈，很多人在住宿呢，你说出来玩，一面在追求说一定要非常高档很贵，其实不尽然，我们要讲究主题跟特色，然后再来，我们在这里面你没有压迫感，一般民宿它比较压迫，对，但是你就整个哇，这个挑高，我看起码有五六米啊，对，而且啊，它除了双人床之外，楼上还有一个，哎。不只是楼上，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个可以发挥你所长的，比如说小小的厨房，对不对？买个食材自己来啊，有电视看啊，自己享受一下啊。楼上来来来，有没有？你看楼上这一块呢，我们就让小孩子自己去尽情享受玩啊，什么不管他。那我们就在楼下享受我们自己的风世界，游戏室一样，对不对？哎，他这个感觉很棒哦，然后彼此不受打扰。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玩，如意算盘一定要打好。像这种舒适又便宜的民宿，宽敞的空间以及楼中楼的设计，既可以独立又可以很温馨。打点好了住宿，紧接着上场的九份夕阳，当然就是爸爸妈妈享受浪漫的时刻啦。亚兰，你的要求我办到了，看一下。哇，我们就坐这一艘游艇，我们出海，徜徉在大海，享受那夕阳，真的，好不好？而且你看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夕阳非常的美，一定很美，很赞，对不对？哎，两个宝贝，哎，你们的表情好像不太好哦，怎么回事？可是你们刚不是答应我们了吗？让爸爸妈妈可以出去这样子啊？你们会这样子？啊，你怕我们这样？那这样可以吗？不行。不行，也不能这样，那也不能这样，不能打，不行哦。好了，你们好严哦，答应你们。好啦，那我们今天都一直这样。好，我一定，我们一定有这样子，不会碰到。说实话哦，好，说实话。如果没有说实话的话，好，怎样？怎么办？我在车上有讲。嗯，我忘记了。怎么样？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哎，我就不爱你了。这么严重？哦，这个对爸爸来讲，女儿的不爱是最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爱我？啊，天哪！我可以五天不要爱。啊，五天，缩短两天。那你们这样子等于是妈妈一年不爱我的感觉呢。好，那我答应你们。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晚上。爸爸帮你们安排了很好的朋友，专业的保姆来，保姆来，哎，拜托了黄虫，哈，麻烦你喽，哈，就交给我们，交给你们喽，哈。亲爱的 Ken Ken 跟侯塞雷，你们乖哈，为了老爸的幸福，你们就好好跟着蝗虫哥哥一起去玩耍。至于海上美丽的夕阳余晖，就留给爸爸跟妈妈独自欣赏。哎。漂亮吗？很漂亮，很漂亮，对不对？美得像幅画，我从来没有
这样的经验呢，真的好美哦。我想在海上吼，享受的要素有几个，第一个一定要蓝天，对，第二个碧海清澈，第三个它的夕阳很漂亮，夕阳这样透出来，它那个彩色很像就在白纸上挥洒，对，我觉得很有渲染的感觉，对，好美，很棒。然后风徐徐的吹来，对，然后再加上你看有没有听到有人那个钓竿啊，哎呦，已经开始在下了，有没有？哇，所以钓上来可以马上吃吗？啊，马上吃？对啊，这么急？不能马上吃吗？你不稍微煮一下吗？哎，沙西米不是比较新鲜？哦，嗯，马上钓上来但你要看什么鱼种啊？我怎么知道你这边会钓到一些什么下杂鱼的？所以这里可以钓到什么啊？小管啊，还有一些特别是鱼类啦，因为毕竟海嘛，嗯，那台湾的海洋资源很丰富。我从来没钓过鱼，没钓过，对不对？试试看吗？哦，那当然啊，等于带伙伴准备好了。哇，怎么能够让你体验这个海上出海的浪漫呢？对不对？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出海夜钓真的是超划算的。不仅能跟老婆一起享受浪漫，更重要的是钓到的鱼货全部都是自己的，这一下子啊，连家里买鱼的钱全部都省下来啦。哎，船长，哇，还是要问大哥啦。问船长比较厉害，拜托钱啊，咱是不要那钓吼，靠花刀哈，你教我姐，我从来没钓过，指导一下，来来，这个不对，你起码那个饵是用什么饵比较对啊？秋刀鱼饵哈，那个臭臭比较当啊，因为它白带鱼比较闻得到。好，我们用手动的哈，嘿，手动有感觉钓鱼的那个刺激性，哦，这样子放下去放下去，然后这个放线，放线，让它放下去哈。那大概要放多久嘞？用心里默数，默数。1、2、3、4、5、6、7、8、9、10这样算哦。啊，算到几？你算到超过40就好了。哦，停！台北的。请问你现在算多少了？你算太快的话，1、2、3、4、5、6、7、8、9、10这样才5米、4米。好啊，你刚刚已经算多久了？多少了？忘记了。啊，你看看，哎呀，教我妈自己这边也忘记了。哪有人这样的？你不是大哥讲？我就想说，手一直在放线，然后叫1、2、3、4、5、6、7，啊，自己没有在算啊。所以那个最容易钓到鱼的是几米？大概在几米左右？刚刚鱼探机哈，差不多40几米。请问一下哈，你这样差不多一个晚上哈，会跑过来大部分整艘船的白带鱼大概可以有几尾？差不多两百多尾。一个，你说一个人还是整艘船？一个人两百多尾，没有经验有办法钓得到吗？有啊，有办法。真的吗？小朋友都钓得到啊。真的假的？嗯，船长一句话可是激起了我们的斗志啊！既然连小孩子都能钓，那我们侯氏夫妇当然也不能输啊。不过说到这种小 case 啊，我看今天就先交给我那位号称是这个白痴小不是天才小钓手的老婆，哼，由他来出马应该就行了。我的钓竿有在动哎，啊，有没有看到？有在动。有啦，有在动，我有感觉。那应该是浪吧？什么浪？真的有浪。大哥。浪跟鱼咬黑感觉不一样吧？不一样啊，不一样嘛。对啊，拉的时候它有感觉，有没有？你在师父面前讲说中鱼哎，有了，哇！我这颗哦，请假。哇，真的是钓鱼专家，太厉害了。含蓄一点，含蓄。人家在关公面前你耍大刀，人家关公还没钓到你钓到，你还专门话讲那么大声，你讲爱怕你倒阿公，好，关门放狗你也不要客气啊。刚刚大哥有讲过，连小孩都会钓，这倒是真的，对不对？我小条的，钓小条就算小条啊，哦，你这个季节钓吼，大条可以到多大？大概是4、5尺啊，差不多这样，尺啊尺啊，四五尺，4、5尺，我想说哇那么长，它的变种了，又中一尾啊，你也中了，爸爸也中了，真的吗？我觉得人家吼，船长就船长，有中鱼没中鱼那个语气多肯定，真的，不要急着兴奋哦，我很怕船长都误会一场，哈，结果是勾线，嗯，没有，这不会是勾线啊，这个感觉。我是怕是会不会钓到其他的？等一下，那边有螃蟹呢，有没有网子哈？有没有网子啊？我把它捞上来，哎呦来了，哎呦哦，哎呦比较大，哎你看，船长的这个哈，哦抱起啊抱起啊，哎呦哦碎，又比你大，又比你有活力，真的哈，不然这样子啦，我跟你换这一尾啦，哈。
等一下都进去一次。哦，等一下都进。哦，睡睡睡。哦，报喜啊！哎，没想到这个季节真的这么好钓啊！真的很好钓哎。聊个几句啊，你也有哈。啊，你还好几尾。我厉害。我没有想到，哎，真的小孩来钓都可以。哈哈，哎，船长还真的没说谎哎，竟然连亚兰的三脚猫钓鱼功夫都可以钓得到。我看啊，这项夜钓活动真的完全没有难度，挺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海大展身手。来，有哦，有，我看你选择相当吃力。有哎，真的吗？有了。我打开胸款，你看一下。这是素材哦，这是素材。这个是阿北自己提炼出来的。上面都是阿北的指纹。黄金在哪里呀？黄金不是会发亮吗？哎呦喂，你看哪里？哎呦，在这里呢，看。